国际大城市的物价通常高得吓人，如同地价、房价，民生必需品的市场价格往往也能反映当地人生活的困难。如果要在国际大城市购买啤酒、矿泉水、咖啡和可乐四种饮料各一瓶，平均起来哪里会花最多钱呢？答案是法国巴黎，大约要花上120元，在30座都市排行榜的前10名，分别是巴黎、迪拜、纽约、香港、新加坡、悉尼、洛杉矶、奥克兰、伦敦和东京。在耳朵